另外一个人压住他的身体，另外一个人，他头要进去了。头哦，哎、欸，杨永灿，我不敢碰头，这样啊。穿好了，对，欸、你这样好帅哦、喔。GoPro 给它架上去。我现在在找 GoPro。GoPro 在滑轨上面。握手，握一下手，握一下，握一下吧。那我们待会就开 GoPro 直播，把 GoPro 送出去。哇塞，我没见过这么听话的。对啊，他在跟那个皮蛋有像他。皮蛋这么乖，就赚到了，漂亮、哦。好，现在呢要做 GoPro 的穿戴直播哈，让他能够穿 GoPro 出去直播，而且可以装两颗哈，一颗装这边，一颗装在这边。